大家好，这里是神田站的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工作内容是一家洗衣店的工作。可以看一下这家洗衣店的工作，工作的地址是在……大家好，这里是神田站的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工作是一家洗衣店的工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洗衣店的工作地址是在静冈县的伊东市，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月给呢是23万到28万之间。日本语的要求呢，日常会话就可以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工作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。我们的说明会是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1点，二四六日的下午2点。大家在参加完说明会后，如果有自己合适的会社，可以拿到一张黄色的面试卷；如果选择当天面试的会社，还可以拿到一张蓝色的免费的午餐卷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3620680585。